现在冬天的季节，真侪农产拢是休耕比较较侪，但是种植的红菜头，而且横林现在正是青翠的时阵。每年中秋前后是红菜头落种的时阵，大约是三四个月才当来收成咯。而现在红菜头多好长咧大，暗沙沙，而且菜头叶是相当青翠吼，规个这田地是充满着生机。看到土地咧，看到长咧大红菜头，有一挂佫探出着这身躯来，圆滚滚的身形是继续带落去，佫不外久就当来采收红菜头。中期大约是百二天，天气温和，比较适合生长。若是讲大寒大热，还是讲雨水多，都有可能会掠过影响到品质。伫看天食饭的农民，咱希望讲天气的气热唔通伤过大，通好红菜头掠了大，温温啊大，才当好收成，卖着好价钱。南平新闻台以下，台南采访报道。